健康生活的楼盘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定义。想有完善的会所设施、康乐设备、心旷神怡的景致，定是大型购物商场可以令你尽情享受？不如听下我们今次介绍这三个鲗鱼涌楼盘，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健康生活之选楼盘呢？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华兰花园，由太古发展，四座652个单位，面积由375尺至到441尺，全部两房开积。屋苑附近社区设施充足，鲗鱼涌体育馆、柏架山道自然径迎合运动人士。屋苑邻近地铁站，巴士网络丰富，出入冇烦恼。而且背靠名牌屋苑同埋甲级写字楼，无论投资或者自住都是理想的选择。这里附近就是太古城，无论高级餐厅定是名店、戏院、消闲项目都大把嘢拣。华兰花园行过少少就见到新威园。新威园由新地同合和联合发展，共有六座，提供828个单位，面积介乎506尺至到580尺，单位全部不设窗台，实用率达84%，生活配套和华兰花园差不多，不过就更加接近鲗鱼涌站，巴士、小巴、电车什么都齐，交通便利，深受用家欢迎。屋苑旁边有鲗鱼涌公园，除了缓跑，还可以带埋你的宠物在隔离的宠物公园散步，看日出日落，还不够 relax？ 以下落嚟要介绍的这个楼盘，你可能在这里打过卡，又或者担心过住在这里会撞到外星人。没错，它就是益发大厦，坐落港铁太古鲗鱼涌两站之间的香港城市建筑地标。充满建筑物特色的益发大厦位于鲗鱼涌英皇道，提供680个单位，面积介乎147尺至到691尺。虽然屋苑的楼龄不小，但是交通社区配套充足，无论租定是买，价钱都相对亲民，所以亦都是深受用家欢迎。虽然在附近有太古城、康怡广场等这些重点商场，但是屋苑本身基座就有刚刚全新装修的东汇坊，提供日常需要。每一日住在这里都好像去了外国旅游一样，开心一点就自然健康一点啦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上述屋苑的资讯，记得联络我们美联物业啦。